你来说，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？狂斩酷霸炫，只要你带我上山，我就绝对能修炼成功。大家既然都是来参加升仙大会的，那就必须遵守我们灵溪镇的规矩。升仙大会开始。大家相识一场，总要有人牺牲吗？修炼路上没有荣光，小爷要开始表演了。本人专业冒险几十年，区区艰难险恶，何须介怀？前面关卡只会越来越难，当心哦。